电梯那个点啊，死了还是死那么多人啊，已经不是第一次下电梯了，不应该死那么多人的，真不应该死那么多人的。那把下电梯真不应该死那么多人的。算了，赶紧变吧，变了我就排个水。我操，妈的，旁观要炸，兄弟们！哟，变了，我操，妈的，旁观要炸，哎呀！那你送我个屁股吧，怎么样？你送我个屁股吧。哎，两边刷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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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把真得一把过了，真得一把过了。OK， 下个树林，卖菊花，下个手点就可以去上厕所了。送我个屁股，你回来我再送回你，送回去给你。你觉得我微信吗？下个手点。都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们是怎么回事啊？守住，守住啊！多少人在听啊？多少人在听？别踢了，别踢了，别踢了，别踢了！守住，守住，守住！刷，狠狠的刷！让你们聊会天，我是不想管你们的，但是请你们开好枪，好不好？12秒的时候后退啊！不要碰击停战啊！来丢雷后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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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雷后退。这把没指挥过。用户哥切到，用户哥切到，切到我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啊！你们后面人快！什么逼情况？他麦是不是烂了？啊！我刚才卡了一下，不要紧，我刚卡了一下。还是一样，优先压主路，把优先把主路。OK， 兄弟们，我先去。兄弟们，我先去贴门了，去上个卫生间，不然到我旁边炸了。二楼碰一下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能压没。小宋，小宋，我活过来，我活过来，接手接手，我活过来，我活过来。把压到外面，压远点，把打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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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出去。他我看兄弟们贴门一分钟。打出去，不要让他卡到角落里，打出去，打出去，把打远点，打远点。打到画线外面，打到画线外面，打到画线外面，打到画线外面是什么？打到化学外面才会去传送。现在啊，主路这个光球啊，你来点老司机啊，你压出去打，踩到这个光球没事的，踩到这个光球没事，你压出去打，僵尸打到外面，压出去打，压出去打，可以压，可以压，没关系，别怕，别怕，压出去打，压出去打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你看还有没有？我去看看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学学武佛，你们主路人压出去打吧，给我打出去，他们卡在这儿，把他刷得了。把刷子，把刷子，主子把 ，OK， 他打飞，打飞，打飞，能不能打传送的，传送的，传送，传送 ，OK，OK， 应该传送啊，应该现在后面都看，都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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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还是一样啊 ，A 点不要去碰 ，A 点不要去碰 ，A 点别去碰 ，A 点不要去碰啊。这一次啊，下电梯啊，别再死十几二十个了，那真的很伤的。还有刚才又哪死了这么多人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下那个管道你们是不会蹲跳。压住啊，压住啊！下面火力怎么又开始加起来了？应该理论上应该是在按在墙角刷才对。照理来说是要按在墙角的，懂吧？光球出现了，不要去碰它。你们如果不把他们按在墙角抓了，等会万一僵尸碰到这个光球，虽然其实也不会超车，但可能多一份危险，是吧？所以不让他碰到这光球。这一把感觉压得有点危险，什么情况？嗯，压住，压住，压住啊！战斗力好点。结束，你们都看到了40秒，这张图啊，纯纯死亡，纯纯刷分图啊，不能刷分图回去啊，怎么办？不能刷分就过不去啊！守住，守住！下电梯啊，真得下，真得好下！守住啊，你不要再等了。上回就是因为我一个人掌控两边，他带不了又不认得我，都怪你啊！导致一直保命出来，没有发现他们在那跑了一把了，结果还是那个。对啊，跑对啊，没发现标了个点，他跑了一把还是那个。哎，等会撤退要丢兵车，等会撤退要丢兵车啊，把兵都埋起来。别急啊，别急啊，别急别急，我看着你，我很快就掉分了。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来丢兵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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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走，爬梯子上来，爬梯子，别下去，别下去，就这个门，就这个门，就这个门，进门左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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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再走错路了，别走错了，别走错路了，用户哥，我的天哪，太高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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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端
小心避点窗户，小心避点窗户，小心避点窗户。我路来路还有避点那里啊，小心避点窗户。OK 啊，这会这么高端啊，六人啊。刷刷刷，很冷吗？很冷，狠狠的刷，给我刷糖哎，一顿暴刷。好 ，OK OK OK OK。这不就损失的狠了吗？两个手段，两个手段。待会餐厅那边打狗，就还是刚刚的兵配置吧，不要变。你吓我一跳！来，开始丢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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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来来，进门了，进门了，进门了。一点回头手。啊？再打一个。啊？再打一个。来来，前二十，前二十，前二十人，前二十人，前二十人过来，前二十人过来。不小心一点啊！前面僵尸传送在那个 A 点位置。啊！现在我们侧路的人过来就准备往门里开枪了。来来，门开，门开！僵尸已经可以主动传送了。你就带克鲁德，等下我带主。OK OK。主路准备三、二、一，主路丢雷走，主路丢雷走，来侧路往两边丢雷，侧路往两边丢雷，丢雷我们走，切右边走，切右边走，切右边走，餐厅切右，这边切右边走，切右边走，这不是餐厅啊，但是我们切右边走啊。小心 A 点和 E 点，这样是侧路。小心一点啊，来点董哥站角落这里打一下直接枪。我要刷角落。哎，刷角落！哎，刷角落！快进吧，进吧，进吧，我能稳住。哎，倒回去。我要进角落。喜欢刷角落，刷角落，别刷角落，别刷角落，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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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错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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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错了哥，错了哥，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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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路上面上路，卡住了，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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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哎呦我天，这刚刚这一刷有一种万军雄风去上将的。不是，这怎么经典复刻呀？怎么回事？经典复刻了，经典复刻了啊！这可不新复刻。来点人，串一点，还有那个一点串一下玻璃，然后就老皮腿去射路了，老皮腿去射路了。来，老飞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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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哎呦我的妈！开枪！然后我这边的人，你们那个0秒先丢雷丢兵啊，至少丢雷兵啊，吸不了一秒钱。C 点速度啊 ，C 点速度 ，C 点速度。打回去哥！来准备三二一，丢兵来，走，跟我走，一路铁板雷，一路铁板雷，进门左转，右转，左转，一路铁板雷，进管道跟我回头走啊，你不要去，不要乱走，不要跟另一个走走，跟我回头走啊，来，就跟我站，站我这里回头手，站我这里回头手。大家老师，你看一下侧路地点啊，站我这里回头手，站我这里回头手，地点侧路你们都知道了。来，我们，哎，别出来，你个逼！哎，走吧，快走！行吧，这，哎呀，是这么命啊，兄弟，你这出来，打几把了都，多挨点串，管道里那个侧路。哎，自己注意吧，我也管不了。不要站在管道里了，你蹲在管道前面也行啊。小心那个，你们先守住。我现在打开黑哥的直播间，我看一下什么情况。进碟子了。身后那个避点人是不是看一眼？好。
管道的可以付费点了，管道的可以付费点了。来来，丢雷丢雷，现在丢雷丢雷，开始丢雷后撤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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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我天！站，跟我站，跟我站，回头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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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跟你们，我跟你们悄悄说啊，现在啊，前十名的人，我们准备进四龙刷，我跟你悄说，我看准备进四龙刷。来，跟我跟我走，跟我进四龙刷，进四龙刷，进刷他们，刷他们，跟我站，跟我站，刷上，跟我刷，跟我站，跟我站，刷上，刷上，刷上。跟我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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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了刷，跟我上，跟上，跟我跟上。外面的刷子死，外面的刷子来，外面刷子，我们里面刷子死，我们里面刷子，里面刷子，里面刷子，刷上，爆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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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使用，爆刷，使用，爆刷，爆刷，爆刷。我再打一点，门开别走啊！一点门开别走，我就去慢雷。门开别走，门开别走，一点门速度。门开别走啊！一点门速度啊！别再走错了。我们就别走，我们就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有陷阱，有陷阱，别跟我走，别走。冲啊！两边守住，两边守住，两边守住。别走，别走，我们里面的人要，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人先走，跟我刷四龙先走啊。对，我们里面这个兵在走，你们就是兵在走，他就是。我们这边的时候准备三，准备到三二，来，你们丢一，来，丢雷走，丢雷走，丢雷走，外面丢，我再丢个兵，来，我们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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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我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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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好，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来来，回头走，回头走，回头走 ，OK，OK，OK， 这不就爽了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爽？好像有个人跑回去了。没跑了，没跑了，麦克被抓了呀。哎，这个太爽了。还是一样啊，逐鹿我就只要五个人就可以守住了，我们大部分人过来守守背后，大部分人守背后。守侧路的你站 B 点，还有站那个柱子那里，站柱子，柱子是实体，左右各开枪就行了。那个谁啊，往那角落一站，谁啊？等，哎，那居然是个串谋。哎，侧路传江船的侧路，江船的侧路，江船的侧路，这里刷，这里哪有四龙给你刷呀？四龙都有，刷野都可能。主路站，回头，主路站，回头，五个都在侧路，他们都在侧路，都在侧路，都在侧路，刷路，侧路，爆刷侧路。你主路，实在不行，这边我一个人看好吧，我这里我一个人看，你们给我全部回头，我一个人就能看住。我操！我一个人看住，让你们见识什么叫真正的战神，好吧？我一个人看住，主路就一枪，他妈他一枪跳过来了。你们守好主路，别漏进来，好吧？你们准备围成一圈走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还在看？哎，三三四枪是还挺好的。走，然后没关系，漏一个包，漏一个包，别再漏了，别漏了，别再漏了，别再漏了。别再漏，别再漏，不要丢点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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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点雷。丢点雷，真不能带天门守了吧？带天门守颜面尽失啊，懂不懂啊？带天门守颜面尽失，颜面尽失。哎呦，我现在看那些弱直播间，我想笑死了。天哪，没事没事，两边双路，两边双路。你看那个僵尸，他那个那边那边是王者民宿，天门天门天门过来，天门天门丢雷，天门丢雷，天门丢雷，着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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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顶了，能回来吗？能回来吗 ？OK 啊 ，OK 啊，还是一样，还是一样啊。啊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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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下去，等会儿我下去。一直丢啊，一直丢啊，一直丢啊，一直丢，一直丢。等会儿我们走的话就不用上班，丢雷的，一直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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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进门，进门，进门，一直丢，进门走，进门走，进门走。退一楼，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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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楼，我站，二楼跟我站。多来点人下来，多来点跟我下来，多来点人给我下来，多来点人给我下来，多来点人，人不够你们赶紧回头，下面刷比他们更爽，下面会先查到地点的。上面几个人看就行了，兄弟们。上面再下一点，再下一点，快你们交要传，跟我交，已经传了，快下来下去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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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交你传，跟我下面交去。来点老司机，来点老司机。不要贴边啊，旁边那个边不要贴啊，不要贴边啊，咱们刷在角落里面。楼上人，我之前让他们再来几个下。楼上压力也蛮大，楼上自己注意随时准备降炮雷啊！那你家上有丢雷啊？楼上你丢雷啊？楼上丢雷，楼上丢雷啊？谁丢雷啊？那就那就楼上这样，超过划线再交，超过划线就交，超过划线就交。那就这个人数吧，那就这个人数。大概三十多传送吧。刷子刷子刷子。
没事啊，虽然下面僵尸已经被我刷死了，但是不要放，不要放松啊。刷刷刷刷刷刷！顺便的给我推推点，推个画线啊，推个画线，推个画线，把僵尸压在第一个画线前面，给我推过第一个画线。OK， 又有僵尸了，刚解锁。还有20秒这样子，还有20秒。啊，这清脆令人悦耳的爆头声。OK， 传了，早已丢点，早已丢点，代号要没了。别贴边，别贴边。进来，算跟我进来，放下导弹，跟我进来，把压回去，别贴边。OK， 把全部按在后面刷，按在后面刷，一点不要去碰，一点别去碰。一点不要碰，就这样刷。交那么多导弹，一会儿怎么刷？有钱。别刷导弹了，导弹留着，后面有用。导弹留着。导弹别刷，刚才叫你们那个。现在开始积分道具都别交，刚才叫你们把僵尸按回去的叫刷导弹，现在别刷了。爽。别站一点啊，一点等下会有个光球，我先去出发。不要拿去出发，你不要走啊。等会那个，等会还是上喊的两个还在吧？我看你们两个还在，等一会还是你们去打那个，你们应该都懂在哪打的吧？等会还是你们去打后面去。收到。OK， 等会还是你们两个去打，我要回来给他们带路。OK， 就你们两个。为什么我的这里全是鸡的声音？别站 A 点，会有个光球传送，你别站 A 点，别站 A 点啊！哎，你怎么又回来？你不挂机吗？回来刷点钱啊！我操，能买两颗雷不好吗 ？K19 是什么垃圾？真刷分还得看我清楚。来，你们两个去。标下点，你标下，一路给我标点走啊！一路给我标点走。标下点。等会儿。反正我也在这里啊，你们看好就行啊，我也在这里、啊。刷，介绍，我看都想笑，帅呀，还能再刷，应该还能再刷30秒。哎，谁呀、啊？没炸死啊？哎呦，有人去踩那个半雷是吧？你说我死活该呀、啊，真的是。门上面的可以准备了，三二。来，丢兵走，跟我一路走，哎，你们快走，我丢兵接，快走，这不就对了吗？高端，来触发，快坐，这边摇扫，这边摇扫，高端，高端。接着刷，哎，出门右转啊！丢雷，准备走了，跟我进，小心右边，守住 B 点和 E 点啊，等下 E 点会开。身后门是路，OK， 拉点捏好雷，往右边看，准备3、2、1，丢雷。先丢一波把他们砸下去，我看一下时间。OK， 准备走了。2、1，丢雷，走，一路丢，守住来的路和右边，跟我贴在里面，还是一样，不让僵尸露出来，不让僵尸碰到门啊！爆刷，把僵尸，你看，僵尸人手多，按在那个门上，他们现在非常急，快刷，狠狠的刷，他们越急我刷的越快，我刷。
右边守一下，右边守一下，右边守一下。C 眼开了 ，C 眼开了，小心点啊 ！OK， 森，你好嘞，准备三、二、一，砸雷，砸雷，进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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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，进门，左转，进门，左转，进门，左转。守住 A 点和 B 点，然后半雷先别贴，半雷先别贴，先守住。拿苹果。等一下进门管道要蹲跳进去，你慢慢慢慢蹲跳好了。司机先进去的时候接下人啊，两边管道都要去人，两边管道都要去人。啊，贴半雷，贴半雷，想靠贴半雷。丢雷，丢雷，丢雷，留一颗，留一颗，留一颗，准备三、二。一丢雷走，丢雷走，丢雷走，两边管道都要去人，蹲跳进来，蹲跳进来，进来赶紧救雷击队友，进来赶紧救雷击队友，别出管道，别出管道，我去清半雷，老司机我去清半雷，别出管道，别出管道，老司机还是你们两个，那两个人去了，那两个去了，那都会，那都会，我一定去，我跟他们带他们，留第二个半雷让，让第二个半雷走，让他去拉，让他去拉，让他去拉就行，别去了，不要乱碰啊，不要乱碰啊，一个地楼人啊，我看着你啊，要碰上我就问。我去拉，我去拉，准备三，等一下，别进前面，来一，上面丢雷走，上面丢雷，上面丢雷走，上面丢雷走，上面丢雷走，快下来，下来，蹲下来，不要被卡了，不要被卡了，我就被卡一下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有传送的，有传送的，快走，一定要走快一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僵尸一定要走慢，跟我走，哎呦我天，快上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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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都有接的，别急。没事没事，老 C 跟我去守错了。水里别丢火，水里别丢火，火水里丢火没用。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，那我再顶住。哎呀，你真的是作恶多端。还记得吧？还记得吧？站着的桶走一下就上去啊，别忘了。我们先直接走那个蹲下的桶得了，按住都行都行。侧路25开啊，注意点，侧路25开啊。自己现在不会跳的可以先去走一下试试，对，可以先去复盘一下，复盘一下不会走的去复盘一下。彩虹标点速度啊，彩虹标点速度，站着的桶按 W， 蹲着的桶按 Ctrl， 别按其他的，按空格没用。哎，我想到了上一次你去拉狗把谁坑死的事情，这次我绝对会去拉狗。两边准备了三，两边走了，两边走，两边走，一，两边丢雷走，两边丢雷走，僵尸暴走，好鸡巴大声！蹲子上来，蹲子上来！是白毛那边直播的音啊！啊，应该是的，应该这边应该是的，我这边。走上来，走上来，走上来，走上来！跳不起来的，你要么蹲下来，蹲下来好走一点，蹲下来好走。暴走就暴走，现在暴走那叫无能狂怒，懂吗？太牛了！右转，右转，那个右雷啊！屁股都快到我刀尖上了。三、二、一，出门。左转进门啊，左边后门进门，往前方丢雷，左边进门。守住 C 两个点，然后右边那个门 A 点25秒才开，先守前面。说这不能长时间压传送好不好？别鸡巴压传送了，到点就老实走了，他那个时间刚好的。压传送就被扬啊！对对对啊！对对对！这不挺和谐的吗？真不行，他蛮他床上要被我打死了。我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你右边 A 点丢点雷啊！侧路点雷，右边 A 点啊！延迟门啊，我们最后两秒钟再加点丢雷。OK， 准备三、二、一，加点一直打雷，一直打雷，准备进门啊！进门，进门，进门，进门！标点回头手，标点回头手，别出门，别出门，标点回头手，标点回头，一直刷钱，一直刷钱，别出门啊，别出门，都没有陷阱，别出门，别过画线。你们那两个去打狗，人去打狗啊！我去拉掉第二个，别跟我来第二个，别绕一下，别绕一下，别贴，别贴着搞，要绕一下，再上法要绕一下，我的。别跟我来第二个，你打第一个。别走，你们这些人去干嘛？不会的，别走。别让我他妈触发了，你今天去干嘛？别让我把狗弄炸了。
跟我走，别跟我走。还有前面的没有。三、二、一，九雷出来，到 B 点和投手。九雷出来，到 B 点和投手。来来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B 点和投手，追点。B 点和投手，追点。守这点和来个路，守这点和来个路，守这点和来个路。老司机过来，老司机过来，手下手，老司机过来，手点，广角手点，广角手点，只要守一会儿就行，只要守一会儿就行，广角手点，守一会儿就行。守一会儿就行，守一会儿就行。不急，咱们左边啊，咱们左边那个兵将靠一边，慢慢后退啊，僵尸靠一边，慢慢后退啊，不急啊，跟我站，跟我站，跟我站，守住这个画线，守住这个画线，丢点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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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僵尸靠一边，慢慢后退，僵尸靠一边，慢慢后退。我好怕呀，我要后退一点，听见没？别停了，最后十秒再铁门，最后十秒再铁门，等一下贴啊，等一下贴啊，等一下跟我贴一点，贴一点，贴一点，一直丢雷啊，一直丢雷，等会要走一定要贴右边走啊，贴右边，铁门铁门一直丢雷，丢丢丢丢，一直丢一直丢，先把他带去了。你们贴右边走，你们贴右边走，可以贴下把雷，贴下把雷，贴下把雷。导致这边快速作用。贴右边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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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装逼走中间，你会带坏小朋友的，不要装逼走中间。你会带我操！我操！谁鸡巴拿的？贴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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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贴最右边，别碰这个大雷！你会带坏小朋友的，我不想死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但是没有农民，没有农民。OK OK， 你们回头走，回头走，经过半雷回头一路压，回头一路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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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停啊！一路转就行，一路转就行，一路转后头转后头转后头转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地点是个特务，但他开的很慢，不要急啊！你先压住，不要为什么压急呢？因为当时在正方的炸雷，上次炸雷就是被炸雷，这边走呀，这边走呀，这边走呀，啊，时间应该差不多了，怎么应该走没事？九千可以开始丢雷了，准备了，三、二。一走了，消耗门速度，消耗门速度，走了，走了，一路走，一路走，一路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我，进门回头走，我已经听到一个在那边无能狂的鬼。进门回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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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点进门回头走。老司机，来来八个人，来八个人，来八个人跟我带，我一刷一点，来八个人，刷地点，刷地点，来八个人跟我带，刷地点，最后一点门速度，最后两个点了，守到八点我们就赢了，守到八点我们就赢了，地点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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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续火，续火，续火，有人续火。道具可以多丢一丢了，马上最后一个点了，道具可以多丢一丢啊，道具多丢一丢，一点，一点加速度，一点加速度。我听见了，飞哥他要冲动把机会给他停了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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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头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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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跟我站，跟我站，回头，跟我站。我们刷到二十秒再后退，我们二十秒再后退，刷到二十秒后退，刷到二十秒后退，刷到二十秒后退。来，老师，打狗，打狗，我们守到二十秒后退，没关系，够快。我们守到二十秒后退，守到二十秒后退，守到二十秒后退。道具全交，道具全交，最后一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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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关系，守到二十秒后退，然后二十秒刷分，刷分，刷分，刷到二十秒，刷到二十秒后退，刷分，刷分。使命放飞人嘛，再等吧，等你去。哇！喜欢喜欢刷角落，喜欢刷角落，喜欢海人，喜欢刷角落，的刷角落吧，哎呀！喜欢我跟你们提前买啊，喜欢刷角落。可以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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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所谓了，上山了，可以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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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走，我走，我走，上山了，上山了，上山了，哎呀，这金炮呀，哎呀，这样就不好了呀。不用，抽出了这条五根。